后任陈主席，我们的执行长、美术执行长、母会的卢会长、尤会长，以及总会及北二区的干部，大家好，各位贵宾、各位会兄会姐，大家好。我现在在这里很开心。我没有准备那个字台词啦，因为我要讲的慧真刚刚都帮我讲完了，真的我在慧心会的资历真的非常的完整，十年前没有接会长，既然接了我就会全力以赴，但是我的老公就是慧姐夫常常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哈，一个人也无外道啦，啊摸黑吼无卡嘛袂熟啦，所以吼我嘛无外道啦，我得爱靠各位慧姐。然后各位慧姐呢，我要扣各位慧姐夫，慧姐夫是我们后背后的这个支柱，我会承诺跟去年的承诺一样，去年我说外领金外怕饼，今年我会更领金更怕饼。今天还要谢谢我辛苦的两位司仪，我的锦昌慧兄跟瑞奇慧姐，还有智书慧兄，你最辛苦了。这个月一直在跑交接月，我真的很累，真的很累，每天晚上回到家都很晚。然后我今天看到所有的会兄，还有38届的同学，你们都来到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只能说我真的很开心。然后明年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，谢谢。